三至八號，唔好再跌啦。一秒啦，想炒好，答唔錯喎，下次真係打好難，好厲害啊！咁樣都屈唔到落去啊！second time 咧就已經兩秒啦，已經兩秒啦。公牛隊今年都今場都上一場都試過啊，拿拿分啊！我哋十九之後入咗兩分。打先，唔係，我睇下先，我睇下先。
睇先 ，double check 下先。加咗啊，21-18，未撳就啱啱滿，領先三分。3分40秒，坐低，3秒，繼續，唔係啊，替佢三秒進攻啊，3-23，幾號 steal 啊？16個 steal， 報曬。遮住咗咯，後係啦，後呢部啱啦，呢部。2分鐘，1分鐘，好靚啊！射得好靚，射得好靚。
88比6。攞幾個波啊 ，Danny， 好肯打。我記得兩季之前冇人，冇乜人俾機會佢啊。冇得換，冇得換，冇得換。廿秒冇得換。廿秒冇得換。冇得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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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廿秒唔俾換廿。為例，五秒為例。冇得換啊！冇得換，冇得換，冇。唔可以換呢個球嚟。以為例啫。等先，等先，你哋唔好嘈住，我問下 partner 咩事先。啊，冇得換嘅，我知廿秒冇得換，廿秒冇得換，後三節。俾咗你係停咗啊嘛，佢先停啫嘛，佢先唔射啫嘛。唔係，俾咗你。你聽聽我講先。聽下你講啦。俾咗波你就開始計5秒，5秒內要射罰。咁佢大啊嘛。我俾咗波，我係暫停噶啦。俾咗波邊個買嗰個好？我哋唔攞波，就波俾你。總之俾咗波就。咁係咪佢哋責任先？我係嗌佢冇得換人，我哋咁佢要停咩啫？咁佢要停唔係我哋嘅問題嚟㗎嘛？咁係你哋問題，一賽會嚟㗎嘛？咁你同翻賽會講啦，你啲問題。實同賽會講㗎。你同翻賽會講。十秒。成功。有時間。第三次完啦，21比25，領先係紫色啊。